所以还是看我手机了是吧？不是，他们拿手机拍你啊？拿手机给你拍照？你没有发现他们一整天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手机吗？从第一趴周深要跳杆子的时候，他就手里拿着手机。我们俩这么明显吗？手机。所以蓝队成员的秘密任务就是用手机拍下队长的身体某个部位特写，并且不能重复。我们来看一看几位的摄影作品展。哇！不说咱拍的怎么样啊？侧颜赏，还可以啊，这一张拍的还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呀，这个可以啊，这拍的小。你早这么弄的话，我得把我代言的都穿上呀。心形后脑勺，爱心是吧？周深拍了一个系列。哇，你他有构图的我。你这个也有设计啊，这鞋底真漂亮。没有一个敢拍正面的是吧？当然了，做贼心虚的。所以说，男孩子在外面还是要保护好自己。行吧，那你们谁分我一袋香菇呢？来，我分你。我也分你。